全国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你看我今天在宜兰的爱法餐厅，是、它在故事馆的后面，宜兰故事馆，大家很不知道这里有一家餐厅，我今天慎重介绍，你看，另外两你们看，我刚刚已经吃了好几盘了，是，今天跟朋友在这里聚会，然后他们说要吃特别一点的，这个就很特别，法国的料理，然后用宜兰在地食材，所以你看，我吃给你们看，这一次你说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羊排。羊排哦，对，它下面呢是我们那个66号的地瓜泥，很香甜。对，我们酱汁都自己炖煮的、哦。好吃吗？好吃好吃。你看津津有味。跟全国朋友啊，记得哈、我等一下再把名片就上去。来，这个找一下我们公关啊，我们那个宜兰故事馆哦，赞赞赞，好，找他就可以。对，找我就可以了、找他就可以了。对，谢谢。谢谢妹的那个友谊的接待，你看，感恩我们朋友啊，都吃得很高兴。然后现在他们去外面拍风景，对，我们这里有很多风景很漂亮，是，还有那个我们宜兰有名的以前的，好像日据时代那个什么蒋渭水啊，对，蒋渭水，然后他就是介绍蒋渭水的故事馆，对，我们以前这里是宜兰县议会，宜兰县议会旧址，所以很好 Google。刚好今年满60年，所以一甲子。对对、哦、如果有来的时候找到阿罗米啊，就可以找妹来认识。没问题。谢谢，或者找那个宋顺亨执行长，可以，这是好朋友。是。谢谢，我要吃了，我慢慢吃哦。难得哦，再吃一个，你看，哇，开心了，对对对。哇，这个一只牛，一只羊，哇。牛羊。胜利，对呀、左拥右抱，拢好利呀。好吃好吃。那我慢慢享用哦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摄影师。